怎么还打女人？这没出息的毛病跟哪儿学的？你谁呀？我找他。哎哎哎！没完没了了是吧？你快放开我老公！有时间一起喝杯咖啡吗？可以吗？想请我喝咖啡的人太多，你得排队。没事啊，放轻松。来，这个是处方单，按照这个去拿药就行了。就这么点，这就好了。你伤的不严重，涂三天就好了。我这那么红一大片。徐医生，怎么了？有位消防员受伤挺严重的，您看一下。我看一下。嗯，医生。哎呀，走走走。去青壮室准备缝合。哎，医生，我老婆你还没看呢。刚才不是给你们处方单了吗？按照那个去拿药就行了呀。你那随便弄一下就好了。你伤的真的不严重，按照这个药涂就好。哎，你给我老婆看病啊？十秒你都没用上。我现在没时间跟你们在这儿说，走。哎，哎，你别走，你不给我老婆看病是吧？哎，怎么还打女人？这没出息的毛病跟哪儿学的？你谁呀？我找他。哎哎哎！没完没了了是吧？你快放开我老公！回去有人跟着楚楚看戏呢。赶紧去拿药吧，快走。哎，等你啊。有事儿，就好久不见，是挺久的。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？挺好的，你呢？不好。哦，还有别的事吗？刚才的事儿，谢谢你。我是为了我弟弟。还有上次，徐欣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到号了，叫你。